罗顺街新山果酒呐，今日是外老爷食干，要希望国泰民安，身体健康。现在大炎天娘，是啊，炎天啊，原本啊，他是玄武大帝，他是用这个名字呢，因为他炎天呢，他刚刚好看我们在这个庙里面呢，他是建在1870年，1870年之后是康熙的年份，康熙的年份他有康熙有个玄字，所以讲他不给他用，他所以讲他给他一个用个炎字，所以他改为炎天上帝。就是这样，没有太多了，再路过，我们就讲四个神字，贩卖大纸的，该两个，他应该没变吧？四个神字，神采一行宫啊，神采一行宫，神采还是众神出游游行神教游这个地方啊，神采是一潮州话叫神形象喽，以前潮州话叫神像，早年用的方言叫。而且这个是临时建的，供奉现在游神期间末拜神明的地方，啊，设备简单，与神座，供圣上置放投神的供品，啊，其对面建有戏台供演的地方，啊，戏曲尽献神明神采，在游神结束后又参拜。就撤出啊！1960年代开始，神场是沙峪街，还有阿富街、支路街临时的车站，后设于一心路大路旁边一平的范围内。2005年开始使用永久性的建筑物，即命名为行宫。行宫面。对面也建有5个固定的戏台，供五方会统供演的地方，戏曲宽阔的矿场，供各游神队伍在神前表演，能容纳众多上戏人参与，一直到至今。啊，古庙罗布古庙的游神众神停放的地点，在60年代开始四经变动，第一个。地方是放在以前沙峪和沙峪街老巴萨，就是前马华大厦的那一项，旧巴萨了啊，旧巴萨啊，你新山人是懂了、然后第二个是在阿富街的火器厂，就是CCTV的啊，然后支路街178车站的、这个地方你们懂好、还有医生路靠近荣富大医会馆，就是宁兴路了。宁兴啊，宁兴好。然后我就到接下来是举例，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行宫了。到行宫，然后就到第六了，就到我们宁兴的行宫了。就是这样。校长，来老古爷。来。这个寺庙，炎天上帝。观音大师他有后生圣人啊，古庙的历史的古庙的历年古神出游，地他位居殿后，称大老爷，他也必被称上帝爷，上帝公，真武大帝。真如大师因此奉祭炎天上帝的庙，又称为上帝庙、真武庙等罗浮庙，也被叫为大老爷庙。前朱鸟而后雄玄武，朱鸟指南方的气星，雄武是接北方的气狗星，古人以为北极星是治天界的神，权力很大，而玄武对正北方，五行属水，任由羊水与肾蛇之相配，恢复阴水，以年
两只雄会，哎，雌会，雌雄相交是会，玄武玄天上帝就是玄武的诗的话，其说像婴儿手提别动气，心见右脚大蛇，左脚大虎。我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做的是，脚卡是说抓那个多卡是。哦，一只脚卡打，另一只脚卡打抓嘛。是啊，就这里。秋天气息。哦，是啊。你意思的嘛？对不对？没意思的。没。我一直都是脚卡多打抓，多卡打虎，抓掉的。你抓掉的啦。抓掉啦，是啦。那边可以，就是那样。我那边可以。是。哇，感谢感谢，我都会了。他会做脚步，好快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具我们的新山特色。哦，别的州是别的特色。哦，好在，行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来，别再给了。